炸虾、猪排，粉粉的，很嫩。是日本的 miso soup。牛奶妹的冰淇淋。冷冷的天就是要吃冰淇淋，冷的呢。麦当劳玉米浓汤的味道，喝完了。它是白色的，白粉，前面有樱花隧道，哎。对，我也在赏樱花。我觉得日本的樱花比较漂亮，大阪城就是一定要拍这个建筑就对了。小张，点灯了耶！地方真的太屌了。大家好，我是阿蛮，欢迎来到 Man Life。现在呢，我们人在海游馆，我们要去大阪城看樱花。那我们就从海游馆出发吧 ，Go Go。吃午餐喽，各位。Menu。我的是炸虾。猪排，你的是炸猪牡蛎，请。你的是全猪，这是咖喱猪，这是咖喱猪，冲绳猪，这是菜菜的，是姜饺的，还有加点结果。粉粉的，呢这个呢是点炸猪排，炸猪排，还有咖喱，哦要啊，我看到我在忙，我影夹皮和猪排，猪排好好吃，很嫩啊，加这个沙拉。我要一只虾子。这个酱加高丽菜很搭，你有感觉吗？那个好像是油脂酱，肉脂酱，它这完全肯定是肉，就是这沙的估计怎么样？微酸微酸的开胃，是日本的 miso soup， 颜色很深哎，很浓郁哦。写下来你那个从上面给吹，这个应该是面筋吧。日本这样消费会不会觉得比较贵？不会，不会，还好刚刚刚刚很乖，玩死了。哇，自己投的，哦，自己投的，帅了。咬了。哎，你给送给我了。哦，所以他要自己找钱。哇哇哇！太屌了！现在吃完了午餐，好饱，好爽。Ice cream 330。牛奶妹的冰淇淋，抹茶的口味。冷冷的天就是要吃冰淇淋，负负得正。滚！痛痛！快，你把冰淇淋举上天。这是我们等一下要去的地方。这是什么？冷的呢。哦。不知道好不好喝，我看看。来试试看。就是冰的哦，你有钱，看我们怎么一拉，快点试一下，快点试一下，
这个还有，突然有音乐，挺靓的，真的。这设计非常棒，你知道什么？因为很小罐，喝了就可以丢掉了，不用拿在手上。快点喝开啦！找了那么久的。哇，麦当劳玉米浓汤的味道，真的，真的，一模一样吗？对，我摇一摇，不知道有没有沉淀。哦，喝得好好，跟麦当劳的一样，真的跟麦当一样哦，只是冷的不好喝。哦，是哦，怪怪的吗？不会，很好喝，就是冷掉的玉米汤。对，冷掉的玉米浓汤，给你喝看看。是哦。如果它是热的会更好喝，我觉得。嗯。然后喝一喝就饱了。嗯，真的是冰掉的玉米浓汤。而且里面真的有玉米颗粒耶，好浓哦，好浓郁哦。好喝，好喝。要微波。嗯。可是这个是铁的，应该没办法微波。倒在碗里面。茶碗蒸呢？这家店是。哦，对，虽然上面是蛋的。嗯。所以这颗是蛋。哇，这是蛋。又是蛋。怎么那么敏感？不会啊。喝完了，这真的是买来试喝的，因为它分量很小，等一下看到特别的再买。这是乌龙派出所吗？嗓音哦，现在时间快4点了，我们到了大阪城。在古町市町木，出来喽！哇，那个也太日式了吧！大阪历史博物馆，飞机要穿过去喽。五世纪的大型高床建物群，高床就是应该是下面都是这样吧？哦，桌子它是离开地面，对，离开地面的，这样就有防水的作用，防淹水。哇，好厉害！嗯 ，NHK， 这间也很帅，对面就是大阪城对面，我们来看日本的樱花了。日本樱花就是那种淡粉色带点白色的，跟台湾的真的不太一样哎。前面好美哦，两排的呢，它是白色的，白粉的。哦，好漂亮哦！来看一下妹。大哎，我们现在位置在这里，然后大阪城在中间，所以哇，有一大段路要走啊，可以坐游园车，1000块，臭乌鸦，好久没有听到乌鸦声音了，好肥哦，前面有樱花隧道哎，好猛哦。哇，一整条的，哇，好长哦。我沿着这边走。来啦！我们先不往樱花那边走，我们先往城里面走。前面就是大阪城啊。看什么？哇，樱花真的是开到那里。叮叮叮叮叮！来一下，
进去喽。看樱花喽。哇哦，好旺哦！这是什么回战？咒术回战。咒术回战哦！我的娃娃也在赏樱。嗯，没味道。觉得日本的樱花比较漂亮，因为它是白粉色的，然后它的根都是黑的，这样拍起来有一种对比感，因为一黑一白啊，强烈对比。这里有粉色的，修道馆。哇，有小吃了，而且有那个神社的那个符号。我们先去城里面，是不是？那我们要进去那个城。好，好多人哦。这个公园有点厉害，进城了，大阪城，就是一定要拍这个建筑就对了。大家都要去天守阁里面。滴滴滴滴滴滴滴。大阪城市，哇，你看这城，哇，天守阁。哦，排队了了。哦，它是石头做的，有历史的味道哦，真的，这样叠上去的，哇哦！干什么？停不停啊 ？Money。Hello。这个是真炮吗？看完喽，现在已经六点了，六点休馆。穿和服喽，夕阳。后面有一个。
天守阁结束，那我们现在要去看夜莺喽。对，看夜莺，萨库拉咿呀咿呀。等一下要打灯了，哎、欸。bling bling bling。来丰国神社看看。哇，现在很多树都是美丽的。关了哎、欸。对啊，那草莓上讲的。丰国神社。哇、哦，好好吃，这边。那个是冰淇淋吗？不是，喝的奶是，感觉不会很贵耶。对啊，是有味草莓奶，应该是要关的。这是什么？唐扬鸡哇，没了。没有了。哇，牛肉。都没了。神户牛1800，应该还有哦。就是等一下再开。不知道。他们就在坐在这边吃啊。哦，对。你可以赏樱。樱呢？樱就在里面。那个是洗手的、啊。对。丰臣秀吉雕像。原来它这么高哦。夜色慢慢的变暗喽。点灯了耶。夜莺，夜莺。红色的日式灯。灯笼。很温暖的感觉。啊，这是在排什么？我不知道。进餐厅。交钱喽，350烟。50块。后面直接爆满了。我们进场了，这边已经开始打灯了，现在是晚上6点，超水的啦。啊，这里怎么一堆人？是在拍什么啊？这边是在拍什么？哦，要拍那个建筑物啦！哇哇哇！我看到了。懂拍耶、欸！哇，难怪这么多人，各种单眼呢。你们拍建筑，我拍人。好人哦，看他俩眼睛，看他俩眼睛，对啊，对啊。我靠，这地方真的太屌了啦，我只能这样讲了。哇塞，这没办法讲了。任务完成了，我要前往下一站，因为时间不够啊，不然这个地方真的有点屌，真的。
很美。如果风再大一点的话，那个樱花这样下下去，樱花雪拍下去就更美。哇，有惊艳到。我们要提早离开了。对，我要去下一站。对，外面现在还是一个人在等，排队中的人潮。好的，各位，那大阪城的行程差不多到这里了。这个大阪城夜晚真的是 glowing 的，超猛！我人生中第一次看到这么厉害的景色。那我这样随便拍都跟人家照片上面拍的一样啊，就怎么拍怎么美啊，没有什么话可以挑剔的。那因为这一部影片的时间可能太长了，所以到这边结束了。OK， 那下一个行程再看下一步咯，拜拜。德式初体验。Yeah.